嗯，要回档哦，好了。好像三号可以钓旗鱼，好啊！啊干！旗鱼哦，等我一下哦。三号，你说海边哦？我想说，等在等开台，就随便做点事情，还是我太随便了？谢谢。我趴在水里摸，没有啦。三号怎么去啊？这里吗？因为现在在下位的，在下位的地图。有一个321栋的装备需要取，对对对对对，我就是想要做那个，在这里吗？哦，这里吗？哎，别闹，别闹哦，别闹哦，我现在装备很好哦，不是你现在能惹的哦。干你女！全力でいきます。もらっていくね。没有，我也不知道你在这边钓的。好的，我是想说，刚好看到有人说那种推荐什么稀有装备还是什么的，然后是说有东西要奇鱼。我说没关系，那就来看看啊，反正开台玩一下。而且这一代钓鱼好简单哦，不用 QTE 耶。安安 ，Hello， 看不是吧？那不要闹呢，我没吃饭哎。狗救我，狗！对啊，就不用什么按 AAAAA 啊 ，BBBBBXXX 之类的，都不用按。沈めて
在世界按到半死，对啊，把他换区了，坏人换区了，这里。干嘛啦？これが私のありったけ。一歩前進。よいしょ。云峰安安。阿旺安安，有没有什么猫的钓鱼达人呢、啊？你在吃卡奥利还是剪片？剪片啊！好烦哦，包包满了啦！那我回去好了。你预计玩到几点？不确定欸，应该是三点吧。这么好玩的游戏，对不对？好玩一直玩。我主要是我最近大概五点就想睡了，然后晚上还要跟他们测试开台，对吧？测试连线。不像这一头啊，嗨！今天是末二代，对，我们知道昨天。米娅还在那边问说：“所以明天要玩什么？”我说：“不就木偶代吗？”我说：“番茄都送了，还不玩？”然后应该会请麻子或米娅当房主啦，然后会跟他们说：“看啊，如果他们没有想要跟那个退取联动的话，那就是随便看台。”我想说。跟退取联动的话，可以增加那个吧，那边打字的那个抓屏的几率，机会。想说机会就让给他们那些。我想说，那款游戏是番茄送给他们的，我本来想要给番茄说，不然番茄你去跟他们玩。就是四人包嘛，他们四个人这样子。
啊我是局外人。那、啊、番茄就说不要，他要当、那個、他看我们吵架，干嘛？干啥子啊？吓我！海鸥，买买买买！哎，干、欸、不要闹哦！哎、欸，他这样我压力很大哎、欸。今天是悠闲的钓鱼聊天台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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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钓到旗鱼我们就离开。不是，我想说人家都花钱了，然后又没有玩到游戏，觉得很可惜。但这游戏真的很坑，很好笑。绝对不是因为我想玩魔物猎人啊。冰原还是水茉莉，因为刚刚有一位叫 HS 的，他说这边钓得到旗鱼，然后试试看啊。啊，看到了，可是这是火药旗鱼哎，不是什么发火旗鱼，不是那个哎，所以只要看到这个旗鱼就会钓到旗鱼吗？那这样子的话，那一号营地出去就有了哎、欸，啊五条就满了哦、喔，啊，想回来了、欸，每次回来好远。所以这边确定有吗？还是我去查一下。还是下位的我捡屁啊！我不会认鱼种，等等出门今天跟不到台，没事没事，出门小心哦、喔。这点有哦，谢谢。好，我掉的决心了。哎呦，吓大哎！哦，两只大的，开心。上位才有，好推进度了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爸爸爸的尬的尬的，哎、欸，你回来。好，价位没有，反正价位都钓不到就对了。那我离开就好了，这里不是我该待的地方。我再钓一次那个爱教主爱番茄，刚在聊你，聊不是撩男人，不要听错，聊天的聊。
我觉得也合理啦，我想要下位就可以钓到那个鱼，不太合理。没有聊天，再说今晚本来想位置让给你，好吗？你被猫晚安。好，那既然这边没有，好，音乐关掉。好了。哎，我，你有多久没碰游戏了？你看我离开退取多久啊？最后一次开的时候是我还在退取开的时候。上位的冰原三区往六区左边有个池塘，那边会出好。哎，对耶，我也不用，我也不用。好好好好，隐秘队归来，你就跟他们玩吧。啊，就说很愧疚，你都送人家游戏，而且你却自己没玩到。还是其实你想，我要赶进度，我现在才到 R7 了，好不好？我现在才到 HR7 了，好吗？我这么爱玩魔物猎人的人，怎么可能这个等级在想什么，对不对？上位冰原。冰原，等一下哦，还在这里。三区往六区左边的水路，三区往六区，你是在干哦？还没吃早餐哎。三往六，左边，都贴着左边走就好了嘛。哦，晚点要打一堆波波哎。这里吗？有哎、欸。Lucky， 幸运幸运。也还好哎、欸，还是大王族甲鱼比较难抓。这带有吗？大火妖精鱼，就你了，换金道具是不是？活活跳跳，活跳跳，来一只，来一只就走。传说鱼种哦，好的。没 QTE 真好，对啊，我手把震动就好了，感受到震动马上按下去就好了。以前在瘴气之谷钓了一整个下午。
其余这么好出的吗？爱黑猫。好，我们去打波波。啊，缺一堆毛皮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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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该不会？哦，还好没有。看，自拍了。又被 YT 吃通知，没事。看一下哦、喔，现在是管理装备。どのクエストになさいますか？ホムラの加護がありますように。钓子要做什么装？没有啊，钓好玩的，先钓起来放。太依恋啊，掉啊！还没吃东西耶，小鱼我好饿哦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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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满足感很碎啦！昨天跟小雨他们玩的时候，发生很好笑的事情，等一下听我娓娓道来。这是我们昨天打斗技大会的一个任务，然后我们不是跳墙，跳墙可以翻过那个墙面吗？结果他跳了，墙升起到墙落下，他都还没成功跳过来过，太好笑了。人没录影没开台，真的觉得很可惜。又在搞事。
保安，关台了、哦。哎呦，哎呦，有其他同事上线，我再来。月月出现了，当关台好。哎、欸，云月也要列的话，再跟我说，因为阿旺在等等其他同事。当，哎、欸，哎呦呀！我就放空力哦，好啊。其实我剑切这么好，应该比较好。我很讨厌太刀，就是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因为我之前是玩太刀的、啊，应该说之前是玩大锤、太刀、片手跟，因为斩吉斧是最后，哎、欸，斩吉斧是最后才玩，哎、欸，斩棍剑斧是最后才玩的，所以。而且有摸过世界的时候，摸过一下子弓箭，所以看破抓时机，我还蛮可以的。就只是他不能背后格挡片手啦。你玩的是斩斧，我不知道盾通能跟斩击，我就不会分哦。不擅长锤和各种远程武器，我就锤很好玩呐、啊。锤好玩哎、欸。阿旺上线，阿旺，我们的月月。月月出现了，阿旺。阿旺，不要剪片了。诶。斩击是上车，好，那就是斩斧了。我世界，哎呦呀，我世界冰原枪类长枪跟冲枪都玩不到十次，然后斩击诶充能斧玩不到也是十次。等一下我干嘛？白痴哦！
完了，这只我好陌生哦。他麻了，他醒了，不要，要死了，要猫了，猫车猎人，不要，哎呦，出门了，拜拜，好的，拜拜。这个我会，这个我会。不是啦，决定一下啦。哎，怎么跑？白痴，白痴，白痴，好难控。嘿，好，换这一只，然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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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那撞。撞！我撞！啊！轻攻击，轻攻击，重攻击，啊！超龙攻击。完了，猫了，猫了，狗救我，狗我会死，狗，狗，你怎么没救我，狗？没事。油断しちゃったな。狗，我们走。狗失踪了。哎、欸，不是哦，不是哦，不是哦，等一下哦，掉落物，我等等到，阿旺开台。妈，垃圾鱼！没有你，你要开台吗？不然又没画面哦。完了，完蛋了。
哎呦，你还在思考？不用想了，你不只要开台，你要开房间。啊啦啦啦啦！麻痹陷阱吗？你在暗示我吗？猫，它跑了，猫。跑开啦，兄弟啊，会死啊！要猫了，河豚兽都没事，这个就出事。哦哦哦哦哦！哎呦喂啊！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来呀，我来呀。你来呀，你来呀。小雨不知道去哪。花准点睡好不好？是我看到 DC 是绿色的。可能芝麻动到滑鼠吧。耳机，哎，来了，还满了，有人要跟我聊天。你。装饰品箱，哦，现在有耳塞的装备是不是不多啊？没有做哎、欸，还没结束。除了一开始的黑带有耳塞之外，好像没看到其他的了。
像没有了。有人。早安！哇哇哇！我们抽齐啦！上班了、嗯。我们完美了。我觉得耳塞还是很需要。我也觉得哎、欸，小吼还是好烦哦、喔。对啊。你怎么醒来了？被阿旺叫醒。我起来滴滴。我就想说，小雨应该……哎、欸，不对啊，你总是那么早起来滴滴，应该睡很晚。啊，没有啊啊，这些 EMV 都开早上。哦，我想说他已经起来了，只是他不知道有没有这个。我起来了，我只是躺在床上而已。哦，没空间耳塞哦。这个上早八的同事，没有错，我现在都是早上八点起来开滴。昨晚还玩那么晚，以后不许你那么晚。我还是起来了看了，还是起来滴了。没有，因为前阵子就跟小雨聊天，我就跟小雨说，你现在是陨月作息哎。我现在也是、啊，我现在都每天早上八点就起床了。可是我是起来开台，你是起来滴。对，我是起来躺在床上拿继续滴。看情况，有时候一不小心在睡着，不小心睡着，太早了，低着低着就，没有错啦，不小心就睡着了。太多了，开一个台啊！开呀、啊！我要放空玩。阿万讲完才两分钟，音乐就出现。我要跟他，就是我，因为我在犹豫，我到底要剪片还是玩魔物，就是对。然后我想说，那不然我等其他同事出现，我再。就同事都出现了。一讲完，然后同事就出现了。听到有人在呼喊的声音。啊，可以打工了。来呀！这个才是打工啊，拆车才是打工啊，不对吧？那个是兴趣。哎，啊，没有棉草。嗯，所以今天是要推进度还是要怎么样？对啊，可推。可以先推上去。那就先拿个简单的。我现在就剩最上面那三个了。用新的团子可以吃啊。你新的团子要去集那个春刃才会有。嗯，是哦。对，所以才会说都要去。有个是搬运草食哦，看要不要跟那个有点麻烦。那是加 KO 数的，用加加比，那个支线自由，不对，委托支线，对，索尼克有玩鸟的蛋，对对，哎，草食龙的蛋，好，我好像还没接到那个。
我只有玩鸟的蛋，可以做玩锤。它能变金色，真的假的？它不给我蓝色欸。嗯？没有人说索尼克可以变金色。看外观着色可不可以着啊？不行啊。对啊，那就没。颜色差差的、啊。还是他说原作？哦，不是、這個。哦，好哭啊。好好啊、哦。决定，然后换个外观。他只换旗子的颜色而已。不能染色是进度还没到。战斗时撒木贴流就好哦，我有挖到欸。哦，你说。给他吃猫草。他会变嗨啊，数值会变高。你怎么染鞋子的？那个变色里面。哦，没关系，等一下再来，走吧。走喽，简单的，简单的。索尼克的猫有什么好不能理解？它就是这么小只啊，不然你要看跟狗一样大只的索尼克吗？有叛徒，有人坐在狗上面。没关系，我们奖励会比他好，我们要这样相信。怎么了吗？奇狗怎么了？我们有小偷。小偷一只小虫。哦，你们用小偷猫？对、啊，我那时候跟他们讲说用小偷猫比较好。然后偷，他会偷蛮多。因为那天我就用小偷猫加一些 buff 技能，加蛮好的，而且还有免费的陷阱，很棒。对，免费的陷阱超赚，最棒了。哦，好像可以换了哦。嗯、对，因为那时候不是开场跑慢一点，观众一直跟我说后期就是都带猫还是怎样的，我说嗯，对，我有考虑过呢。好，那小偷猫是要看他的技能是不是？没有，就是他的资源，资源是小偷就好了。资源型是小偷就可以。对，他就会偷了。啊，剩下就是看你需要的跟你不要。就是他资源型到20等吧，我记得。资源型小家伙去看一下。嗯，所以最近都是完成一个任务就回去看一下猫。不是吧？他很喜欢你哦。哎呦，起飞！哎呦，麻了，麻了，麻了！我的麻痹武器生效了。啊 no！ 拆排气管喽！我先把他车头给拆了啊！安全气囊拆掉，不需要。拆掉。这个排气管不会掉下来。对，它是会坏掉，它原厂的。对、啊這個，它会掉了，它会掉，它会掉，会掉吗？会哦，会掉，会掉。我们那天打那么累，我没有掉过。这会掉，它保护的太好了吧？这一次它排气管是加固的。哦，哎、完了完了完了，我觉得你们没有人听到、啊。你说那一天吗？对啊，那天我在啊，我说它会掉啊。啊，真的、哦？啊，我一直以为它很多。我要切看看，我要切。哎、啊，它只掉一小段的呢。一小段，就最尾段那一段。哦哦，压装的该管。那还好，我带了拆管的。拆管的工具带对了、啊。没有拆管的是这个。反手拿起来甩。八没落地。哎呦！哎呦！然后稍早跟他们说小雨昨天的趋势。哦哟，烦呢！我说没录音，好可惜哟、喔。真的好可惜，超烦的，一直想走跳不过去。
啊，等一下有路过，顺便带音乐去设个点好了。这边的点吗？对，在十一区。昨天在他们去捡那个昆虫的时候，刚好路过。我这摔进去。啊！哎！耳塞在这次崛起真的没啥用，好吧？好吧，就相信你了。但我要装给你看。相信归相信，我还是要装。没错。他断了，哇！只有彗星啊，看到蓝的光。我的彗星是40%。太好了吧？怎样才能做到呢？这位车友。这位车友。首先你要先换上驯龙武器。我是啊，我不是。好，那没了。驯龙武器。带爆破。彗星女。当时吧，不是吗？我记得。对啊，然后我还有那个、看破我，哇，好狠！各位同事好狠，哇，专门暴击的哦、嗯，那个神火，神火两剑就死了，刚刚睡着一下，睡着了，然后马上被打醒，对，我会很兴奋的，都已经上班了。我打他！啊！刀把刀死菜了，我刀而已，紧张什么？哦，昨天那个魔刀真的很斐然呢。哦，我们所有人在打，然后阿王跑超远在磨刀，然后就要直接冲过去撞阿王，超好笑。没有，而且这也是我觉得，就是因为我们是打那个叫什么？对，那只拿双刀的家伙叫什么？忘记了。哦，血鬼。血鬼龙。对啊，血鬼的处决那招，然后我还想说，我站这么远应该不会处决我吧？然后才讲完，我刀一抹，他就走过来直接劈我一刀。超好笑，跳超远的，就为了去弄阿王，超好笑。一刀把我砍扁了。小黑，马上打你脸。走啊！哎、欸，猫，猫猫猫在暗示什么啊？没了。尾巴断了，他尾巴断了呀！这下，我隐约总在冒烟。啊！我在代驾，我在代驾。我把钥匙插在身上代驾。那我要去挖。那你这台车，你发都要发很久嘞。对啊，就有点老旧，我在努力的转钥匙啊，对。好像转很大力，转到都冒烟了。好，挖鬼吧。我是要老婆。上林。凡心，要不要钓个鱼啊？嗯。开掉喽。驯龙哎，哦不是，草妖。天狗。哎，两只都在这啊。来，云月跟我来。尬枪。啊，我来了。等一下，我先去挖个矿。等一下，我上车了，我尬枪了。没关系，你尬。你慢慢尬。嗯，在这里吧。我刚想说我要捡翔虫，就直接上车了。加纳迪，哎，他不给我攻击，好过分哦！迪加呢？你要先回复上面吗？还是下面？对啊，这里，上去找找看。超龙必杀技，干嘛？哦，好 LA， 哦，狂踹猛踹，好爽好爽！再踹一下，再踹一下，我已经下156，哦，赞了赞了。啊，这里，云月来，这里，
这边有个小洞。对对对，直走直走，我这里我这里我这里。在哪里？你下来。哦。这里。好。哦。好。应该有触发啊！有有有触发了。这里是哪里呀、啊？这次的营地都没有很好找。因为它的高低差别。对啊。打又找不到。不确定在哪一层。我刚问问，等一下。哦，疾奔萃取翼，算算算算算算。哦，然后两个掉。然后我这个猫还有可以叫环境生物的，所以有机会叫导虫过来。不不，导虫那个响那个响虫。响虫。又是导虫。又导虫。每次都叫导虫来。阿公请问导虫是什么？导虫是什么东西？爷爷，导虫是什么？没有看过耶。没看过这个东西耶，为什么会叫导虫？自带差距。哦，我靠！小雨用翔冲击的好感动，是不是感动了？玩了30个小时，终于知道翔冲击了。哎，老板、啊，快照化石，阿旺之爪化石，有有，我看到。他们应该还有蜥蜴，有，我看上面有蜥蜴，踢他，我看到他了。这里有个掉落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对，为什么？嗯、啊，他跑一跑掉了是不是，是他的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是吗？不是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牙，眼泪，牙兽之类。牙兽哎、欸，牙兽那就是那个吧。这是天狗兽的啦。对。他洗澡、欸。剪到天狗兽的毛。啊、哇哇哇！洗车洗服务，我没这服务、喔、哦。好赞哦、喔！我没有这服务哦、喔，先生。天然洗车场哎、欸，哇，好赞哦、喔！泛滥。转区。我是可以打一下旁边水生兽吗？再打水生兽，空刀有无敌针。我自取，我自取。狂到哭的空无。空刀无敌针那么长哦？是假的。没有观众说的，双刀无敌针很长。你撞双刀有那个相冲无敌回避吗？可以骑了，可以骑了。有的好，挖矿，你骑我挖矿。打水生兽，我打水生兽。我想挖矿。有矿在前面，矿在前面而已。哎哎哎！哎，你太想挖矿了吧？哎，你太想挖了吧？直接跳车，这是太扯了吧？高速行驶中跳下来很危险呢。因为高脚就是以前太急了，想要上厕所，那下脚车直接没有按刹车，直接跳下来。角色直接把他丢出去，角色直接丢出去，太无情。是吧？阿甲是怎么这样子啊？我就想上厕所没，停不下来了，没有空了，快出来了，不行了。对，哎、欸，他麻了，那意思是，这是陷阱吗？不是吧？这是武器吗？哦，是武器的。白痴。地上没有那个、啊，我想说猫猫、在暗示的，还没还没。同事的给西开给你，哎、欸，这是暗示了吧？这是暗示了吧？这个是了，这个是了。Nice， 白嫖陷阱。好，猫咪现在这么好用啊？对啊，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带了吧？而且我的也有，所以我们有两倍的陷阱。我的猫还有地洞陷阱，好赞啊、喔！你这么给力，什么都有，对吧、啊？我的是吹 buff， 然后讲那个强虫跟陷阱。我的好像是太古吧？对啊，太古是吹那个 buff。嗯，那我要。它有两个 buff 不是吗？另外一个不是？另外一个是加什么体力不会消耗？对对对，耐力消耗还好。我那个其实也很棒哎、欸。真的吗？哎、欸，跑来跑去的。我司机为了捡钱红包直接跳车。对，是看哪里的小偷技能啊？你先选那个资源型。你等一下看我画面。就你可以帮他设定条件，然后可以先选。对。你到第二个用这边第二个的时候。然后选我有协助型的，但是
你可以先选花色，你喜欢的。你可以把它全部都先挑那个。你花色也可以不用挑啊，可是你可以把它的指定类型先选成那个。全都是先选掠夺，采集，采集的，这样你就全部都会是采集。嗯，然后再來就是不用看对一跟五，只要看二三四就好了。特别。因为二三四是随机，然后一跟五的技能是固定，看它是什么，就是条件。指定条件，资源型，收集吗？对。然后。对啊，叫基德，我以为他叫佐助。只要设定收集型就好了吗？嗯，如果你没有要特别花色或什么的话，又怕你影响到。你可以就是捏一个角色，然后就是这样子。我要带基德，很臭。不对，我殿下有麻线的，居然。所以你也是。好哎。然后。好了之后呢，直接就等下一局出来就可以来看他了。嗯，啊，别哭，别哭，等一下。集会所へようこそ。嗯，特別なクエストが来ている。またどうぞ。有人要跟我讲话，哇！设置的，设置的，不用大师哦。忍者首领，制作是外观还是？所以是他的技能给他带可以 偷东西的、啊、他本身就有了，他本身会有他一跟五的技能，哎，一跟五吧是固定的，嗯，中间三个是就是随机的，随机一跟就是你有看到他右边有个，他不是总共五条吗？对，就是你有看到有没有什么绿色的一呀、啊、那些东西哦，对啊，绿色的一是已经可以使用了，那是五等开一招了、那个掠夺技全开就是二十等就会开。对对对。环境生物秘密防御旋转成纳兹。然后最骚的是他可以偷到逆鳞跟上御。哦。对。他技能是掠夺哦，掠夺之技。对。这本身就会啦。他本身的。发射环境生物技。对。就是环境生物会抓过来给你，对对对，比如说附近有翔虫啊，或者是一些小，对，你会看到翔虫总会在奇怪的地方，那就是猫招的哦，还有一些昨天有人的猫直接招在二楼，不知道干嘛，哇，不好意思哦、喔，哎、欸，他还有放线在草丛里面呢、欸，很棒耶、欸。放在墙边，太强他了。反正所有人站在那个陷阱旁边等龙冲过来。等一下。随从。哦。好、oh。
欸，有人忘记撞狗狗了。你的狗你没有换，我的猫还没有啊。哦，对耶，还没招到。对，这是其他营地是不是比较快？哦，还好哎。旁边那一个，我好像差不多。矿，这里应该比较久。他不在地洞里面，没有哎，他在，他不在地洞里。土沙不是十一吗？土沙不在，哎，我靠，他。我看到炎龙了，哭啊！那也不是一个洞吗？我觉得那走了走了走了，换位置。炎龙跟土沙土怎么那么像啊？那这里洞要怎么进去？这洞要怎么进去？陌生。嗯。上面有洞可以进去吗？哦，哦，这里好像可以哦。哦，直接从上面跳下来就好了。对啊，直接跳进去就好。哦，这里有大神头，先放一下。哎呦！哎，用纸的布袋，用纸的布袋是要打成大蚂蚁吗？哦，哎呦，好像是，就是那个肚子大大那个。这个肚子大大蚂蚁很赞，它死掉是你碎掉还是会掉一个掉？嗯，所以那个看到就直接走了。啊，一般就是那个你要看它屁股亮亮的那种大蚂蚁，一般的就是碎掉就没。麻了麻了麻了！哎呀哎！我打蜘蛛哎！哈哈，真的会打蜘蛛。打那橙子猪是不是？对啊，我刚才想问他会不会掉那个。哈哈哈哈营地的时候打。我是那种去上班的同事，然后硬要在路上买早餐会迟到的那种。养蜘蛛。等一下嘛，我。哎、欸，炎龙来了啊！各位提醒一下，告诉大家。你可以直接撞他，你可以直接撞炎龙，直接撞炎龙，相信我。对，然后就可以超他了。对，然后就可以撞他了。他后座太大了吧，倒了。是哦。他站起来了。哎呀，又倒了！哎，又倒了！哎呀，赛车平衡性是不是很差、啊？哇！哇！烧起来了！没事没事没事，队友队友伤害队友伤害没事。不止一次跌倒，还车子烧起来了，对啊，火烧车了呢！火烧车呢！很危险。哦，他好亮哦！对啊，他刚被烧到，然后赛亚人，他一直会那个烧十五滴，十五滴。哎、欸，跑掉了！他走了，我捡东西了。我都烧起来，你们还要玩？我不玩了。东西捡一捡，东西捡一捡。这样比较快、啊。刚刚那个跑回，好远。嗯？哦，哈哈哈哈哈！他去哪？他要去哪里？他要上去了。他要再过去。我刚想说，我都说我去收了快三十秒了，为什么我的翔虫还不在我手上？他在后面追。他还没有追上。
我还原来就是要叮你的苍那苍蝇和蚊子那个，没有啦，结果那是你的小虫哦，那是我猎虫。他真的好慢啊，慢慢跟着他跑。啊，吃火龙在旁边啊。对啊。你怎么可以？你们怎么可以和平相处？哎、欸，上面有石头，石头，我先踢一下。踢他，踢他。上凯玉，那。那这很赚，看到就踹他。啊，下巴！我、哦、天哪，好痛哦。繁星怎么在发光？啊？你车不亮亮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像打蜡的，厉害了。好像吃到猫还是狗的那个特效果，就是。哦。哎、欸，这台车好可怜啊，左倒右倒、欸，哎。车子要检查一下呢。啊，对啊，它两轮比较容易，它两轮比较容易倒啦。两轮比较容易。阿奇莫达的。哎呦！吊刃那个啪的超大声，啪！这一代真的是怕，很怕你不知道、欸。对呀、啊，我先把游戏声音调很小声的，啪！操！啊，空大一只空，空大训练班。空大训练。以前不是一个吗？空大训练班。东大训练。睡着啦！哎呀，睡着啦！不管，我要戳他尾巴。他钥匙，好狠，好，我还没有在客气的。我直接把钥匙插进去。哎、欸，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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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舒服。看，看他尾巴。插，没插到尾巴，不关事，现在还有把尾巴干断。是他马的时候尾巴会垂下来。怎么打错别人？这个钥匙扣到这么难用，插不掉。有问题呀、啊！可以，给他多转几次。你老家有一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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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我只是插钥匙孔而已。哎、欸，这有那个。老家有一台很旧的机车。这个钥匙孔已经磨平了。要睡要睡要睡了吗？没有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啊！来，我们来放舒适小圈圈。对，舒适小圈圈瓜牛。哎、欸，靠衣物、哎，先放一下，试一下。哎、欸，舒服。舒服。哎、欸，我满血了，原来我不用在这。不用满血。满血还要过来啊？过来一下，看起来很凉啊这边。打水晶。哎呦。我要去舒适一下，老李白。你的尾巴到底要不要下来？给我下来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听到陷阱的声音是不是？有吗？没什么，刚有个哔哔哔的声音。响虫吗？了解一下。他吸引响虫了。哎、欸。啊，他的尾巴好痛！啊！哎、欸，回到小圈圈的意思没了。对，啊，没了，圈圈没了，圈圈没了。哎呦，那只好放个荧幕谢谢了你了。你捅好慢哦！哎，慢。我的虫也超慢，风豆虫我就是没打算让它离开我的手手，拿完精华就不用离开了。这个钥匙孔到底可不可以拔下来呢？拔不下来，还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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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来。我听到 PP 的声音了，是什么？有陷阱，有陷阱！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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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，这里，这里，再往里面再补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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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他，有他。
这是暗示了吗？哎、欸，是哎、欸。哇，我实际上猫真的好聪明哦、喔，猫很会算呢。对啊，好算尾巴还没断。尾巴已经插了好几次都插不下来。没有办法，不断，其实真的是有焊过，没有办法。太高了，弄不着的。荣誉，哎呦，好不爽，好不爽！猫拿最多的是矿物、欸，到底是、啊？不是啊，我的水桶去哪里偷一个雌火龙的剑壳？刚刚在乱撞的时候，是不是？偷偷跳到背上拔下来了。对呀、啊。耶、yeah, ，又抽到公仔了。好不爽。二脉活动，不屈降虫能手。我要爱的哦，全部都是，对吧、啊？所以我第一个是什么？环境生物发现。看你喜欢什么，就是蛮好用，还不错。第一个都是环境生物发现啊，嗯。第五个都是掠夺，对。爆炸陀螺，恢复泡泡，好像没有放陷阱。太古，强化太古麻痹，掠夺，这好像不错。对啊，我就是这样子的。先顾起来。设置爆弹、闪光弹。你哦，麻痹陷阱它有哎、欸，对啊，可是它不会恢复。我的是龙卷风，然后环境生物跟麻痹陷阱。巨型回力镖、隐匿防御跟麻痹陷阱。特別なクエストが追加されました。不用啦，公车站牌走很慢呢，我想要走快一点。还没有狗就已经走很慢了。嗯、最近喜欢在空中的感觉。开心、欸。所以他也是就是一面可以。哦哦哦哦，台机，我靠，出台机要。啊。拆家了，拆家了，拆家了。嗯，随从选择。他要练到二十等才能够有夺取技。对啊，你就带出去玩就好了。被芝麻笑死！嗯，他跳到一个装满了各种塑胶袋的一个袋子里面，然后被困住了。对他刚被困住了，发出一个超大的噪声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敲敲敲敲敲敲，啊，到底是怎样？小笨猫，不是小笨猫。这个随从技能，我们自己吃得到效果吗？你说蓝色跟红色的对不对？对啊，那个是他们本身的。哦。对。好像只有泰狗吃得到吧？没有，他是说随从技能，不是那个技能记忆那个。哦，那个没有，那个也太爽了吧！如果吃得到的话，真的是很强、欸。对啊，拜托我的猫有什么毒无效，然后什么鬼火无效，超屌的。好，帮我的。对啊，它毒爆破鬼火，然后都无效，然后还异常状态强化你。哇，很糗，它超糗的。超糗的嘞，而且还封压无效，然后完全不用管呢。没有，你要自己选哦、喔。
对啊，那个是要自己选。你要选哦、喔。你要选。对你前面应该只有四格位置，所以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技能后面有两格？嗯。就是你放上面要放上去的技能。啊？怎么选？你就点技能上去啊。然后好像三十等之后就是有五个技能了。嗯。点上去。是要去训练那边？不用训练啊，就是不用训练啊，就是带出去也可以啊。你平时带这只就带这只啊。可是我没有办法帮他选那个呢。选什么？就他上面不是有四个槽，可是要怎么把它选上去？就点下去啊。有个随从技能有没有？第二页有个随从，不是第二页啊，第二个选项。哦哦哦，看到。那你就是异常状态无效了，好不好？娃娃，如果常带猫的话，是不是要带出去给训练场？训练场吗？好像可以开始去加。但是我觉得没差，他只要到二十等就没差。没有，三十等可以学到五个技能。哦。五个。你可以吃那个啊，有一个团子是增加经验值的。那可是我带出去都是猫啊，我现在要练狗。哦哦哦，那你就丢那个啊，丢相思狗让他去练时长这样。对。我昨天这只猫也是昨天带狗的时候把它丢去练时长。哦，它训练场可以自动挑选。可以啊，可以。那、啊、怎么切回是看我的肚脐干嘛？呵呵，打个吃火龙。什么不能？哦，满了哦，难怪。神棍真的很香，好用。右边蘑菇头，动完动身的时候就怪怪的，该换了。那时候刚买就怪怪的了，刚买就怪怪的。嗯。準備完了。しばし、お待ちください。有没有带药啊？分点准备。我只拿汉方药了。有汉方药、哦？嗯？不知道、啊，我说我忘记从包里的把它拿出来。哦。然后说箱子里有汉方药，太爽了吧？妈也太爽了吧！太爽了吧！可他哪有那么好心？哎、欸，掉东西耶，都会掉。废柴还想掉啊！龙类。龙类，大颗的龙之类。哎呦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啊！啊！哦，这只很大。完了，尾巴你们切不到了。完了。再一圈，再一圈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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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美。干什么干什么？想复活啦！
端。哎呦，再一次，还没有，还没生气，没有了，还没生气，生气才两下，才两次，对。哦吼哦，他喷高高哎，好爽！不是，他的火球直接打在我身上，我又跳到他脸上。对，我知道。他甩尾的时候，自己我们再贴他尾巴吧。摔了！啊，不是这个甩，甩错了！啊，要死人了，要死人了！哎呀，没事，我才刚刚来上班，抱歉。来打卡了，来打卡了。你是不是也去买早餐了？同事刚才泡泡面。哎妈了，妈了！甩！另外一台车来喽！撞他！加入战局！嘎枪！最近来嘎枪！好，没有想冲，直接撞他！撞就对了！撞他！好，换我！好，快，你赶快上车！撞他！砍他尾巴！我砍尾巴！喊他怎么这么快就行了？傻小子！我再把他撞倒，这边好像天狗兽钢毛，天狗兽干嘛、啊？好奇怪哦！天狗兽一直 miss 哎、欸！哎呦！哦，是，倒了！哇，再死！哦，他是要蓄力哦，北七，好，懂了。我摸个刀，要再倒一次喽！哎呦，他倒了！要再倒了第二次喽！感受到了！好呀，尾巴！几次啊？三次了！我骑上去尾巴了！哎呀！叫嘞！啊！被叫下来了！哎呀，我拉扯！先捡一下落物哦。哎呀，断了！感谢！感谢同事的努力。开挖！我操！很多闪灵啊，我右边已经四个闪灵了，怪怪的呢。大事に使うね。いただき。完了。盐水还行。那我靠死守，哎，不是。想说我又看到死守蜥蜴了，死守蜥蜴这边不会有，没有看到那个蓝蓝的索尼克的头，看错了，还想踢谁家的猫啊？好想踢哦！哇，感谢紫红在捡小型生物逃法，谢谢，他是个好人。我抓他头上，抓他，看我旋转，看我旋转、哎哎！哇，真的是差点要失控了呢！哇，要死了！出事了！哎呦！完全，再转，在脚下面。没错。哎呦，叮咚啊！很方便。哎呦！啊！我上药，我插进去了，哎呀哎！来，你要不要下来？这送你，卡，我的话没有卡。哎呦！我直接把那个灵虫塞他脚下。哦，还有。哎呦！哎呀，好大次，砍大次！体会。啊！哎呦，被尾巴甩到了。摸个刀啊！摸个刀啊！哎，不对！也不是我，哎呀，就我到了。我来了。啊，危险了！啊，停在我脸前呢！哦，好爽哦！就差一步，哎，好耶！准距离，
翅膀，钥匙插在翅膀上啊！啊！飞起来打翅膀，飞起来打翅膀！哎呦麻了，他又麻了！哎呦，我在打翅膀，我在打翅膀！我的虫呢？我的虫去哪了？起飞打翅膀！哎，干没了！剩一边的翅膀，剩一边翅膀，左边右边。他的右边，好，他的右边，你好了没？你好了没？太太三次了，不要过动，太太，我的虫跑很慢，跟不上你，不要跑那么快。季亚去哪里了？季亚，对，昨天的季亚，他上去了，回老家。那边有翔虫，啊，对对对对，啊，没有藤蔓，啊，没有，那边有大翔虫，有大翔虫，这里。这大翔虫方向是对的，对，右边的是对的。你也可以去捡左边的啦，有那个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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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。这里还有一只的，这里还有一只。对吧？这一只啊。好，这只。就会直接过去叮叮叮的。爆炸瓦斯吗？哎，不用靠近，请你吃。哎呦，哦，是啦，哎，打翅膀。哦，真。啊，右边翅膀是不是？对，右边车门。哎，我麻了，为什么？我被蚊叮到了，哭啊！哎，破了。没事，破了。哦，可以，我动弹不得，是怎样？笑死。被蚊子叮，对啊，哦，车厂有蚊子啊，哎呦，那就跟你说积水，快夏天了，都要记得到。哎，蚊子尸体，处理一下，处理一下，重要。好，等一下，喝个水。哎呦，我走了，好凶，毫不留情。对啊，那怎么下去了？翅膀不是被打破了吗？飞那么快。天哪，是我们都要人手一把那个啊，板斧啊。很麻是不是？不是啊，就是擦车孔啊。我真的很棒哎。对啊。没有，我觉得怕小雨会用不习惯。小雨说三个小时，好不容易熟悉了一个武器要换吗？哎、欸，我好不容易知道要怎么用翔虫机了。跟我玩一下嘛，跟我玩一下有那个翔虫机的30个小时，再看看要不要换其他的。插钥匙孔喽！麻死他！麻死他！他应该没拿到，因为已经死了两次。不可怜啊，太太，你的血管不是很好哦。血管不好啊，容易手脚麻痹。手麻脚麻的。哎呦，插钥匙孔！哎呦，舒服。血液循环出来。猫是不是要做事的猫？我觉得差不多了，猫。差不多了吧。猫，不要骗我。有车厂的猫。它有指令可以下吗？不知道。去哪？哎、欸，没保护呀！哦，你注意。我看到！哎，看到了，猫安死了，在哪里？对呀，这边，快死的，突然发现。哦，来这里，在这里。瞎了，太太是不是？他瞎了。对啊，他瞎了，他看不到路了。完了，快过来！哎，猫回来了，不要再打了。转过来，这边。哎，对，就是这里。漂亮。哎。哎，白嫖陷阱又一个，好烂，好爽啊！这白嫖陷阱，对啊，很爽，赞呢，免费的最赞，好爽。雷毛甲虫，うまくやれたかな。这是什么？哦，逆鳞！哇，你们怎么有逆鳞？偷到的，我都没有。偷到了一个兽玉，捕获掉了一个红玉。
好扯、哦！你掉掉了一个逆鳞。啊，我什么都没有呢。你偷到兽玉，兽玉是谁的？那个啊，天狗啊，天狗、啊、天狗的是不是？路过被偷一颗蛋蛋走、欸，哎，好疼哦、喔！这个好强、喔、啊！我什么都没有。对啊，我一开起来三个亮亮的东西耶、欸！我昨天也有，你可以看我昨天贴的。哇，太狠了！好爽啊！百龙夜猫要准备新的 meta 了。我的猫怎么都在飞、欸？你想一下，你的猫刚刚啊掉到。五百的地方哎、欸，哎呀，我继续赌护士，直接拖延蛇，好痛！お気をつけて。赤甲兽，延髓，我的天！赤甲兽偷人家骨髓也太狠了，是不是？剑士，我换精灵的甲。点数换抢走药，哎、欸。然后去丢了啥？抽奖。白化萃取液。大奖。对，刚好抽奖。你去睡觉啦，你不要在我的泡面旁边走来走去。参りますか。いつでも行けます。もう少しだけ待って。もうすぐ準備できますので。两只都在上面啊！按到了，哎呀，好喝，好喝，好喝，出门喝饮料啊。好喝，好喝。天气这么热，喝一下，跟小雨一样。好喝。天气这么热，该喝个饮料再上路。消暑一下。消暑，我到了。快到了。那个，抱歉，我看错是魔物。你看到了谁？古沙龙。找两颗球啊！跳跳假球啊！太嗨了！想到我想到了，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去哪里？你要滚去哪里？你要哦，你要开车过去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我开车过来。好，那你开一下，啊、你开一下。我插钥匙孔，等我一下。有有有，你要戳到他脑袋上。啊，等一下嘛，只插个钥匙孔而已嘛。他真的很好动。反正你就要开错边了。对，有两台哦、喔，你要开对台哦、喔。两台啊。你在。哦，碎啦！我捡到了，买香瓜牛。好赞！好臭！哇！我在他屁股上面插钥匙孔，我竟然没有被抽到。哦、有被抽到了，被抽到了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被抽到了，来一下白嫖一下。来来，我要白嫖一下。好爽好爽。应该走这里吧。哦，好臭！他妈的，发自内心的臭哎、欸！我没有那个臭出去耶、欸，他把我臭出舒适圈呢，超过分的、欸。你刚刚好臭，真的好臭。来，突然出来了，没有啦，是我啦，是我啦，是我啦，司机来了，车来了，车来了，哎、欸，这个，司机你先撞一下，挖一下圆角龙。哎、欸，车倒了、欸，翻在我旁边了，翻了翻了。好吧，翻了之后来打。
我等下会不掉下去啊！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我丢我丢，这位置很熟悉哦。哎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好呀，好耶，开心。同时又电梯下楼了。没有没有，这次这次比较近，这次在半层楼而已。加半层。啊！我下去了。摸个刀，摸个刀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我来我来弄个骨头。这半层楼有骨头可以摸哦。对对，我刚摸过了，我刚摸过了。对啊，我主动下楼一下。好像不错呢。对啊，突然觉得楼下很香哎。不对，下去了。哎，客人，哎，客人，客人，哦，因为客人，我刚以为客人要跟着下去了。对。太危险了！哎，对，这种悬崖边都去你的！我怎么跟下来了？我更下面了。哇，好开心！我要骗你们说下面有更好的东西，我看一下哦。有啦，有幻金那个，点数而已啦，特展仙人掌。啊，可是好像还是有点幼稚，我今天点数很缺。最近业绩比较重啦，想要多一点。我最近缺钱呢。那在有点深处哦，地狱第二层哦。地狱第二层，被撞下去了，靠腰。哎，不对，谁揍我一下？我不会动。我是不是要下去？我等下就自己跳下去了吗？我自己跳下去了吗？哎，你有点掉太下面，掉太下面了。我直接自己下来，我自主下楼，自主下楼，自主下楼。我踩踩下去，踩下去，还有还有，再下来别停下来了。哦，这跳真的很烦呢。打架打架一定要这样吗？谁问这个啊？奇怪了。妈被劈到，好臭！好臭！掉楼掉楼，捡一下捡一下。我去喝水了。你可以喝水哦。我喝水。嘿嘿，我没有被抽掉。跑掉了。那跟着啊，跟着。我先去下面吗？我先去挖一下，偷个香肠。找找找找找找。对对对。怎么凑这么久啊？还没有。哎、欸，我看到蚂蚁了，你们加油！我蚂蚁，蚂蚁啊，可以捡那个捡虫夹的那个。我要那个胸。去哪里？哎呦！不要走，插腰时空。我刚在那边喊，我也想下去，我们就打下去了，我觉得难过。再上去，再搓一次。睡着了。睡着了。然后呢？打。重操心他我。我要搓腰时空，没事没事。沒事没有没有红色了，重新一下啦。啊！抽个钥匙孔而已，这么气。其实带很多这个东西的。哦，你说闪他吧，鸡母。我带一堆呢。怎么带一堆啊？你是路边一直捡一直弄。我好像每次跳楼。我还是我也是会捡一下。哎呦，这我觉得好浪费，我都不舍得用。啊！捡你不丢它干嘛？存着啊，对啊。怎么了？这个。对啊，我是啊。我们两个都是啊。对啊，拜托，我都在每一套装备都做一个人，你觉得？哦，冰枪啊，冰枪哦，冰枪哦，红白。再戳个，我戳车头。哎。他晕竟然不会倒哎、欸！对啊，再戳一下，再戳车头，能倒到哪里去？他可以锁起来啊。对啊。有没有踩到？没有。没有。哎呦！
因为他已经瞎了，等不到。好吧。掉几颗牙齿啊？地上两个都是牙齿。我刀已经快变红掌位了。你的是牙齿哦。对啊。我是爪子哎。牙兽。哎呦哎呦哎呦。哎呦。啊！痛痛。不香了。哎、欸，叮叮叮的声音，等一下，猫在暗示，猫在暗示，暗示什么？哦，白痴哦，虫哦，虫啊虫啊，有虫。加减拿一下。哎咻！哎、欸，前面有矿哎、欸，就这里啊。这就是有两个矿点的吗？哎、欸，他可以抓了，他可以抓了。有蓝池出来了。嗯。先捡一下。我也玩。哎、啊，我好矿主的，是不是要来个陷阱？猫咪陷阱啊！猫咪该来了、欸，另外一只来了呢、欸，另外一只来的。哎、欸，他比较小只，哎、欸，抄他，中他。哎、欸，我上去了。大小差太多了吧？对啊。他真的是小很小一号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如果这时候丢闪光，小雨会不会闪下来？会吧。不是啊。总要有时间精神吧？哎、欸，不会。还是没丢吧。猫我不等哦，猫。我放箭，我要放的时候。哎、欸，必杀技。哎、欸，空大，哎、欸。撞墙去，撞墙去，撞墙。没了，必杀技了，必杀技了。没了，没了，必杀技完了。他杀走了，他走了，他走了。哎、欸，旁边的蜂蜜又可以拆了，好爽。爽啊！我要拆一下。啊，有没有免费的补血器一下啊？没看到，我看到旁边有蜜虫。为什么？你刚刚甲虫的，新的哎、欸。哦，甲虫，那我刚打的啦。哦。对。走之前打两只。闪光弹玩完了，难过。哎呦。哎、欸，我拿到美丽的附带。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！他还没死哦，我以为他笑了。啊！有人要下楼了，是不是？要下楼。没有没有，我们在打打打。我们在打那个草石龙。哦，把草石龙点一下。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是啦。没有没事，我有那个。没事没事，还活着还活着。我有波举不动。哎、欸，我也有。我没有。哎、欸，阿翁佐大概就阿麻的，这个没有救啊，麻的。啊，你应该可以麻了啊！心里有没有平衡一点了？完了完了，好，没事没事，大家都一样，大家都一样。我没事，我没事。啊！不要再吐我了，击败。好、啊。怎么又麻了？是我。好哎、欸，我在旁边喝应急药笑你们，哈哈哈哈。我要喝一瓶。好狠哦，这同事。没办法，我刚满主管又砸了一罐应急药，超爽的。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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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过动过动。哎呦！哎呦！啊麻了！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我哭了。我在地上抽搐，超白痴。麻的啊，你麻的呗！哎、欸，他好过动啊！我要去喝水了，去喝水了，快死了！妈呀！戳你头，好好笑！哦哦哦，好痛，好痛！哎哎哎！哎、欸，你怎么在上面移动啊？这还被人戳头撞到！我屁股！啊！没击到！啊！好臭！啊！好臭！太臭到了，完了！晕了，他晕了，回答！哎，等等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不严龙怎么那么快？严龙直接塞旁边嘞！对对啊，我只是磨个刀而已，那只好扁他一下，看能不能上个车。你用想那个、啊、降虫剂打两次就好了。加
我相冲击没有攻击。我们的相冲击没有攻击啊。那我来。我们的相冲击都是位移而已。可以了。怎么是我上车啦？你就打嘛，就打嘛。这很好玩啊！玩错，玩到你直接倒了。Oh no！ 我直接按到撞了啦。完蛋了。Oh no！ 要没收你的执照了。好啦，给你驾照了。不行哦，我再回去上个训练班好不好？谢龙猫。跑了，跑了。哎呀！别动，东西记得捡喽。刚捡了，刚捡了。有人直接跳槽了，我不确定有没有捡，怕，哎，有捡了，哭啊！我不要吐，捡一下香虫。啊，我也是跑去捡香虫。啊，不是，过来，烦哦！这鱼是怎样？我那鱼是很烦哦。那鱼可以打对，要抓。帮忙打鱼啊！那个谁，客人帮忙打一下鱼。客人帮忙打一下。我是鱼。你这很多鱼要摸啊，帮一下。鱼都被闪起来了。对啊。啊！好扯哦。优质的棋。啊。所有队友都在打鱼。先打一下嘛，过来了就打一下鱼啊。谢谢。加菜。客人在乱凑啊！保龄球，保龄球，保龄球！没碰到，洗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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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洗钩不能用手来啊！对啊，你太过分了吧！洗钩自己的想法瓶丢进去是？啊！还有鱼吗？没有。还有，有很多呢。有，看到了，看到。你要敲他捷径才可以。对。要最近距离。靠呀！他们在这里都分开了。他突然两只分开了。对啊。鱼比这个还要难。有速度虫也可以造。对啊，没有拿速度虫的话，应该是可以的。这里有这两只。两只。可以，这可以挖，这可以挖。没事，我们可以玩了，我们可以。这可以挖，这可以挖了。来了。同时加菜。我不要摸的干呐，给我皮啊。我拿到棋，优质的棋。勉强。这刀。有人在走墙壁啊！啊，直接我有那个马蜂起，跑一下墙壁，我会加攻击。都爬墙的。对。有路。有香虫。不偷。有没有补个血啊？哦，哪条路？他在哪里啊？上面啊。好死欸，等一下，怎么是你？我错人了呢。这旁边开那条路上去是不是？嗯。这里有。找一下路。这里。不对。你什么颜色？黄色。果然。黄。蓝。我走错边了，没事，我等下就过去。看到他了，来了，前面有矿查一下。他是不是又回来了？这个封印。然后超龙上车，屠杀。屠杀在哪里？旁边，你直接撞他。撞他。呜呼。上去了。好，我去挖矿。好。我去捡漏。
哦，普萨重击真的是很痛，超痛。九八。好凶啊！直接撞他，拿下来，对，亲。打蜡了，打蜡了，都是打蜡了。干嘛？哎、欸，好臭、喔！他的屁手变大了。还、哎、好被弹回来了，被劈臭开了。好多掉落物在泥巴里面。对，没错。捡不到。要走了。寻宝喽！我捡完了，我捡完了。我也是，我也弄完了。谁家的猫在喝水啊？怎么看起来这么开心？好嗨哦，庆祝喝一下。又回来了，又到这个原来边了，烦你。怎么了？这几个区域走来走去啊？它是舒适圈啊，它是。啊！蚂蚁爬进去洞里了，可恶，亏了。我没有草食，我会睡觉。对啊，好臭！挠一下屁股、哦。还好还好，我刚那个无敌没有被揍到，只是起飞而已。哟、哎。上车头，哎，哎呦！那个普沙龙怎么又在旁边？他说在，我想再玩一次。我也想再玩一次，好玩。我不能喝水了，只能撒这个了。撒粉。上车头，哎，这个叮叮的声音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这边这个草丛，猫在暗示啊！哦，有，来，哎、欸，先把这个草丛弄掉。哎、欸，不对，他踩到另外一个陷阱了。哦，那边有一个陷阱哦。喂，啊，有他，丢他、欸，还不能抓、欸，还是哎，刚、欸、好消失了，不确定，刚、啊、好没了。来了，再去那个。可是你们丢过了吧？丢完三个就没了。还不行，那还没有，那假的假陷阱，猫骗人。打啊！麻了！逃避了！好臭！啊！臭下去了！啊！挖骨头了！臭下楼了！挖骨头了！啊！臭下去了！超慢！这魔物竟然不会跳下去、欸，这一板怎么会这样子啊？他们都一直在边边啊！对啊，以前都会拍跳下去拍人呢、欸。对啊。追到天涯海角，好吗？哎呦喂呀、啊！哦，不行了，我要去旁边了，太臭了。上车，捡骨头。啊，那要臭，要臭，好臭，好臭，好臭。那好臭，我不能不屑。嗯。过来。不是啊，那妈的，这样哎呀，好麻好麻好麻，你呀，我被宰，哎呦喂呀，你呀，换你的，哇，哎，抓走是你打，没办法喝水啊，好臭，跟我一样被抽到在旁边打会摸鱼，我就只能在旁边丢苦啊，对啊。刚被抽到，直接在旁边打昏。OK， 喝水了，睡了。哦呦，哦！哎呦！哎呦喂！啊、我总没有起飞，啊！被推下去了，啊、我捡一下骨头，我捡到这里，我瞧一下角度哦，不然等下就下去了。啊，现在可以捡骨头啊，很棒！啊，刚捡过了啦，刚 Q 完的，有下捡骨头了，有下捡骨头了，哎呦，被舌头舔到了，哎呦，谢喽，谢谢你叫醒我，喝个水再上楼好了，慢慢来啊，很危险。
阿滚走了。哎、欸，掉东西。啊？哪里？要掉东西。哎，有蚂蚁，有蚂蚁，有蚂蚁，先打一下蚂蚁。先打蚂蚁，打蚂蚁。呀、啊，是不是要等他啊？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 PP 蚂蚁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要踩。哦，要先等他踩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。哎、有了屁股，有了、啊、屁股，有了。抓。啊，是哎，两只都没有射耶，好棒哦，你们好棒、哦。哎、哦、好哎，可以再挖一次，好爽。好爽。我真是客家猎人呢。客家猎人。玩笑很重要哎。真的。我有点。要加菜了吗？有鱼了呢！你走过这里，你走过这里。同事都去打鱼了呢，那怎么办？同事在摸鱼啊，等一下。两个同事在打鱼，一个同事在拆车，那我去采矿好了。奇怪了。还很至于摸鱼的同事啊！好了啦，要直接走了，要走了。那我下面走了。对，这边有鱼哦，同事记得来捡一下。哦，我来了，等一下我就过去。啊、我是不是刚摸了一只而已？香菇，香菇。哦，风茄拿来抓。很贵的。对啊，风茄超贵的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，又爬上去了吗？又上去了，姑你。他好，好过动哦。他很会滚呢。不是这边。啊！你不要叫了。啊！你有太多要说啊。太多，我这一圈已经走到我的麻痹菇都踩满了。欸、没错，我也是。都满出来了。师傅要搞哎、欸！啊，踩不起来了，麻痹菇，好贵啊！采矿了，采矿了，小鱼，采矿了啦！啊，欸、这边有落物、欸，对对，这边有矿。树后面有一个落物。等一下，我先来采一下。已经回来这个地方第三次了，真的是别搞了。哎。这炎龙也是，哎，有人可以上车了、欸。哎、欸，他怎么突然那个？他怎么了？不知道。不知道他被有人。哎、欸，可以抓了。你想一下、啊、要不要？对，你直接撞，直接撞，直接撞。我去撞一撞。啊！还撞不到。靠腰，怎么是撞这边呢、啊？冲他回来。随便撞，随便撞。哎、啊、呀，炎龙走开。哎呦，这里有个掉落物。哎，好耶！去上面了，在那边。掉落物，等一下。有啊，这个边边有一个炎龙的眼泪。啊，捡到了。你怎么知道是炎龙的眼泪？可是这个炎龙眼泪不是那个哎、欸，结霜物品，而是材料哎、欸。哦，哦，哦，所以是他把它塞，真的是对。啊，真的是炎龙的眼泪，不是龙的泪。一堆玉到底是怎样？哇哇，兽玉又一颗。哎、欸，木，我是在上面目标报酬三颗哎、欸。我好扯啊、哦！我是三颗。我算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九个那个麻痹在啊。九个麻痹，万念麻哦。切咯飞升月入，不是啊，我弄个降虫能手啊，怎么是来个飞升月入？到底怎么样？我好想要哦。他就一个技能呢、欸，就一。哦，我好想要哦。啊。沐天聊是不是？
木天两张体量，可以跟变 BGM 就是草啊，就一般草那样。想说他们想要看金色索尼克啊。选完了，把泡面吃掉了，它快泡烂了。泡这么久软掉，都整个软掉了吧？啊，没办法，塞车嘛。打一局龙回来它就烂掉了，那有办法？做比赛给我九个麻痹在一起。他觉得你需要做很多麻痹游戏。我气死。追加团子。好危险！等下你拿昆虫的东西说。拿完之后增加一颗团子，那个团子的用料是什么？装置啊，怎么了吗？可以吧？炎龙的眼泪好像是换金道具，不用忘了。哦，是啊。嗯，看一下。今天有结体术哎！我他妈登录做这个任务很好刷兽语。嗯，可是小雨，嗯，刷不到哎、欸。我一个都没有哎、欸。木天聊不在道具右下哦，所以我现在拿的不是这个哦。可以卖得高价，可是他没有写可以卖得高价、欸。在炎龙类线附近发现的矿石，不在道的射入宝石一般。我去上厕所啊！哦。等一下来弄个泡面吃。你说谁是在这个位置啊？哦。白痴，最近不是地震很多嘛，然后就有po文说、地震的时候可以开狗罐桶，让搜救犬就先找到我、啊，然后他的罐头是宝路。然后那个桃园的搜救犬队的，他就直接回复。首先呢，就是他们都就是他有说明说，搜救犬都会对食物的部分有做那个什么。就是抗干扰，虽然不会先找吃的。嗯、然后而且是啊，他就说，最后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，他们都吃的比这更好，所以你这罐头没有用了，你自己留着拌饭吃吧。不要再吃那个香精罐头了。真的？怎么可能为这种东西开什么玩笑、啊？蓝缎带。基本上你在 Seven 啊，或是那种全联或是家福买得到的罐头，基本上真正养宠物的人都不会喂那种罐头。对啊，我都不会吃的。对啊，那哪都能吃的啊。对啊。恭喜，吸一下。有没有光虫？哎，无脑樱花、哦，包包忘记清空了。对耶，哪里有啊、哦？这个、欸，你们看，嗯，哦，哦，哇，变身了，酷，那个点左右键就好了。哦，黄金猫猫、嗯，有哎、欸，来吧，去吧，黄金猫猫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你的那个左右的快捷键，就是切相机那个，有个，有那个东西。哦，有哎、欸，强化球。我刚想说去找一下道具，他们说不用，那个只要包包就有了。哦，有哎、欸，进化了。呜、哦！居然有这种东西，它会用飞的。因为昨天观众有讲，刚强化有他那个宝石在旁边，对。
有三个超级赛亚人算了。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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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开车管开车，开车开车，我拆尾巴。开排气管。那我拆他车门。好。能不能过洞？啊，比刚刚那只球已经在过洞。哎，真的不得不说，他这个怒天鹩球讲话有够像病毒的关，很危险哎，现在很危险哎。哎，旁边有一只撞，可以去撞。哎，想冲。还有排气管哦，排气管哦，我拆排气管哦。哎呀哎，撞他撞他。有啊，在脚底下。又倒了。好。哎，这还没。还没，还没。拆车头喽！哎，打了，打了。拆到什么？拆到车门？不是排气管？没有，排气管，排气管。第八。啊，怎么都敲翅膀？可恶！炎龙的猫猫装，猎人潜行会变石头，小雨要不要做？我DC被霸凌了，等我一下哦。哇，拆尾巴好爽！取ら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。我回来了。DC 被霸凌。对。我说什么人进出？被霸凌了。你开尾巴神器。刚刚观众说炎龙的套装猎人潜行，它会变成一个石头。对哦，我有听到。哦。说。我肯定会做啊，只要有材料。oh. 不管它有没有造型，我都会做。我会不会用吗？会吧。会不会用是另外一回事啊。我刚才想说，我要哭了，不要哭了，挡住了。他刚过来就毒，把你，你走。我到哪里穿翅膀啊？拆车门喽！我看我已经毒了，没有在怕你。哈哈不会中两次毒啊？不会啊。哎，没有，我没有车管，还喷我一耶！对啊，尾巴都爆了，那车管还喷你啊？怎么又是拆到车？右边的那个车门，右边的车门。干嘛？掰开了，他掰开了。掰开了？对啊，他张嘴不掰开。你麻了吧，小麻？哎呀，白嫖了，多事哦。东西。在空边了！啊！靠！我在他车头上，我在他车头上。他没中。中了。
他是昨天鬼抓人的鬼吧？昨天鬼抓人那个。可是好好玩哦。哎、欸，那真的很好玩。可是我觉得他的内容真的有点……他内容有点少。不过他是免费游戏，就算了。对。就等他看有没有更多更新。我觉得他更多地图玩下去应该会更……对啊。地图真的是有点少。他就只有一张。嗯，我不是不能嫌少啊，你们要买那些 DLC 啊。没死定啊！好像 DLC 超贵的哎、欸。对啊。看是没有猫打，你们想打猫吗？打猫？哪个猫？哎、欸，在哪里？忘记了。松鼠的。没关系，还算了。他动作也太慢了吧？他饿了，他也没吃午餐啊。哎呦！啊，小雨，哥哥这边、欸，你过来我这里。哪个？等一下，我在下面。这边就是昨天你说那个包裹怎么走，就这里。你在哦？你说旁边这边是？对啊，上去就是了。哦，也是。哎、欸，可以强化了，猫猫来变身，来变身。啊痛！服了。随便了，随便了，服了就算了。我怎么会打下来？不是，而且我不是被阻断，怎么会打到我？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我刚起跳，然后看起来就撞到一个屏障一样，直接摔下来。猫猫没有变身、啊。哎、欸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抓了。没有，它是翔虫，这是翔虫。不是，可以抓了、啊。我说现在是可以抓的。它那个，它可以抓。我找地方了。踩好，给我踩好，给我踩。来。你说我捡到鸟笼玉，好爽。好爽哦。可以抓了。山上是有东西哦。我好急啊！一堆子弹。今回は帰ろうかな。哦，鸟笼玉。啊，让我看看啊！不要看了、啊，看了只会伤心。哎呦喂，我一颗哎，我看一下是什么。哇，兽玉耶！等一下，兽玉。到底刚刚没有看到任何一只兽吧？哎呦，对啊，那个啦，啊、又是天狗。天狗是不是？天狗每次都是天狗。干东西。他真的是路过蛋蛋就会被偷走哎。对啊。接几级任务喽？好，好，记得该去跟中间那个讲一下话哦。有讲了，分了。猎友票怎么得到的？就是给蛋的那个吗？绿色的票啊？不知道哎，好不好持续跟那个讲话去？哦，有哎、欸，金色爱路不倒翁、喔，中奖了，中大奖了！啊，好扯哦，好狠哦！你怎么会中大奖？因为我都没有预啊，因为我都没有预啊。我说凭什么？该等一下交换一下吧，妈的！你说每个人都有两颗、三颗玉啊，我从头到尾打到现在才一颗兽玉，还是从旁边那一只凹来的，可以吧？拿一下吧。哦，
真的很过分的同事。你交钱，你怎么可以捡到钱？凭什么？对啊，你怎么可以？我觉得中部打工比较爽哎、欸，要棒，棒被搞坏。应该没有人要讲。哎、欸，可是我这样，他说我的是未开放任务、欸，哎，解完也不会变成完成。哦，你还没有解完哦、喔，那应该是我的还没有。你还有什么？那你先接你的。对，你先接，你先接。看一下。你先把你那个接到。可是他也有跟我讲炮弧龙。可是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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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只是说炮弧龙而已。你右边那边。有啊，我有跳紧急任务呢。哦，跟他讲完话就可以的。对对对对对。看一下猫。有有有，刚刚还没跟他讲话是不行。上次好像他就是这样，所以就写白完之后他也没有解掉，对吧、啊？哦，因为刚要接任务，他就说这是未完成。我刚刚讲完话就有跳那个出来。刚刚你还没跟中间的讲话？没错啊，没有，我跟中间讲了，还没跟那个随意讲话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鸟蛋，鸟巢都没有捡。哎、啊，对呢，你们都没捡，对不对？我刚捡完。小雨快速传送。哇！看一下水虫广场，有有有，我来了。哇，打完这只我休息。好。好。那等一下杰克要不要接手？对对对。哎我再玩到两点。好的。我就差不多是这一场结束啊。嗯，差不多。哦，还有人要干嘛的吗？好啊，没有了。哎，出发。不对才会有，好吧。那要绑一个人陪我玩。因为那个40欸，一次、欸、拿错了，一次40点欸，很棒欸。做一个护，因为做一个护士要40点呐、啊，按那张票一次就40点。对啊，对啊，真棒。这票超真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有，去别的营地比较好。哦，对耶。我都还没开，我什么都没有开。哦，你的还没解掉啊？我都没有去。啊、哦！对啊，你有看到那个这张好像是谁啊？莲幼龙吗？嗯，八只莲幼龙。没事，你们就先打，我慢慢散步。你们就先打去打。看到闪鸟那个位置，你去那边就有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应该是营地都有开起来，就差任务。对，任务还没接。哎，所以白嫖关了。今天，今天。咕溜咕溜，你要去哪里？飞檐走壁馆是对的。哎呦！哎，我那个撞到泡泡也会弹起来，超好笑。他就是受伤了。对啊。哦。我个！你要去哪里？晕！不要跳了！哦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去！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完了，我下汗。哎，不是，还没走的。我脚太滑了，绑不了圈。我直接拉走了，我去旁边喝水，太痛了。我终于要到了。不对，你还没够哎、欸！天哪，还没来。好花，好花，好花！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可以靠近一点。哎呦，我快挂了！来来来来，送你一个舒适圈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一个舒适圈的舒适圈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不愧是紧急任务哎、欸，他打得很痛，很痛。哎呦！嗯，我被泡泡打到就这么痛啊！
对啊。哎呦，不对不对，哦，很痛哎，真的很痛哎。知道了吧？再被打个两三下就没了。热。见鬼！哦，我要回家了吗？你回家，我就一起回家喽。回家就大家一起回家喽。哎呦，再吐了吐了。哦，麻麻了麻了麻了！切一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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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切一把。拆排气管，拆拳。只要排气管上面了。好好，切烫切烫，烫烫烫烫烫，我跳走了，我跳走了，很烫很烫。我转圈。嗯。谁谁又在盯？谁又在盯？谁？导虫又是导虫。啊！好痛！啊，哪里破坏了？不知道。啊，是尾巴吗？尾巴坏一次吗？对啊，他尾巴有那个呢，有破掉的那个。哎呦哎哎哎哎那样，安妮啦。卖安妮。干嘛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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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不及拉走，来不及拉走。哎，我先拉走，我去喝水。哎哎哎！不要急走，我在我旁边，等一下啦，我的水掉了半罐啦。哎，还没喝完呢。毒一下，防我水来！等一下，有毒。啊！他的尾巴长起来了。他的尾巴在下面，啊，勉强可以打了。哦。嗯，他钻进去了。好好好好好，没有，钻到下面去了。哦。他怎么这么干脆？毫不留情！哎、欸，你们别想跑！啊，跑了！好多！旁边那是什么玩鸟、啊？哦，不对，是那狐狸吧？那是狐狸，屁股看起来很像玩鸟。哎、欸，不对不对不对！玩鸟是这只，玩鸟是这只。对了，又飞上去了，靠腰。对啦，我就点到那个啦。我想说有一只可以捡啊，怎么走进了，怎么那么大只？我跳一半直接被大强虫拉回原位。艺术哎！我刚说，哎、欸，这裡有大强虫哎，一拉回头。哎，干嘛？我记得以前虫子可以去挡泡泡啊，可以哦。哪有？可以攻击泡泡吗？欸、可以，可以把砍破，可以砍破。哦，可是砍破等于是你自己撞到了。没有哎、欸，是吗？没有啊，是先碰到这样吧。嗯，不是连贴的。我记得那个贪婪之岛里面那个泡泡嘛。我砍泡泡没砍到，我找不到角色。哎，啊，抱歉，我不是带速度虫，不然我就帮大家玩那个打泡泡游戏了。太可惜了。等一下，尾巴怎么往后跳了？上去有骑，上去有骑。干嘛了？干嘛了？我找不到角色。我知道橘色背上、完了、啊、没事，不知道他这么套，没事，完了，装备该升级了，出代级了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，哦，不是，第二次看到任务失败了。可是都是没关系，没有啊。我的水桶还拿了两张皮，好哎、欸。对。
好哎、欸，不亏不亏不亏，不亏不亏不亏。没有，我第一次看到是我自己被吃火龙打死。自由任务，好呗。还是吃个什么水属性大、啊？可以啊。水属性吗？可以去弄那个珠子，珠子水属性三颗就可以到处加二十水属性了。嗯。猫的复活术、嗯。可以先吃个。弱小招来。好，那这样子没用啊，弄个弄珠子，我弄一下水珠，耐水珠，三颗就可以了。啊，吃团子也很赚呢，团子也是大呢。对啊，嗯，我就都用。哎呦，更赚的啦！阿旺拿笛子。哈哈哈哈哈！这好像也可以，也蛮赚的啦。对啊。看你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都没勉强哦、喔，可以啦。儿童蛙的皮，一二三，应援してます。东北，东北 ，nice。让洞好少，哇！解体术小发动，耐水大发动。很久没有强化体，看一下有没有可以。体力啊，我要换虫虫。他在唱歌了，烦死。嗯嗯嗯，防御比较好用哦。强力麻痹带，缺一个我就可以升我的麻痹符了。啊，你看吧，你们就要拿龙玉吧。哇，这个嘲讽，我笑死了。这是我难得可以呛的时候了，可以呛一下吧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很棒很棒。对不起，我拿太多荣誉了，对不起。不起啦，荣誉拿太多了。拿太多了啦。笑死。好，耐水三。嗯，另外任务也有哦，对啊，就是跟猎友一起玩，下面不是有进度条？嗯，达到的时候会送一些，就是当季的东西，就每次达到换下一个这样子。哪一个？你在哪边看的？猎友票啊，没有要结算后还会看到有个一些进度条。哦，我都是靠猎友票运作的。我现在也是啊，可是我怕说那个还有其他用途，因为我其他都很少。嗯。好了吗？好了，麻痹带好了吗？麻痹带拿不到。救命！哎，直接在营地下面呢，太好了。哎，好哎。哦，只有拿来炼金哦，哦，那就好了，我可以不怕了。好哎，那里都是拿来炼金。哎，副营地没有蓝箱子哦。没有，就每个营地都只有主营地有箱子，所以你在搬运那些任务的时候，只能走到主营地去。只能走到主营地。哦，对。
哎呦，好滑！阿旺大概还有一分钟车程哦，你们醒一下。我又被霸凌了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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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先跑，我先跑，我去开个 DC。我的无线电没电了，等我一下哦。没电，无线电来了来了来了！哎、欸，我根本不用离开，谢谢谢谢，不知道是谁。无线电换好电池了没？我不知道，突然有 WiFi 了。有声音了，突然连到了。突然有个 WiFi。哎呀！好痛。起来，不起来，不起来。行不行不行，我要来吃蜜虫。好痛！快抵达战场了。你说我先吃一个白嫖的蜜虫了。有了，再来一个白嫖舒适圈。哎呀，哦，你这个舒适圈旁边很危险呢，很多泡泡呢。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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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抽他抽他抽他尾巴。这样很滑很滑很滑。哎，他倒了他倒了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车子不是我，不要打我。他可以骑了吗？哎、欸，我上去了。哎呀！啊，你们先来啊，我去撞一下。哎、欸，靠腰，怎么一下就下来了？哎呀，好亏啊！你今天失常了。对啊，糟糕了。你不会因为马屁来的事情导致你这样子好吧？受不了，受不了。这工作场地对员工不公。抗议了，抗议了。有待遇不公抗议啊！你看这样，待遇不公。我昨天应该直接辞职了。你昨天差点就辞职了吗？昨天还没工餐吃呀，好可怜哦。想吃的员工餐不点不到。对，真的完全顶不到哎！厉害喂，我把泡泡全部戳烂。我戳到什么？戳到头了，戳到头了，钥匙口插在头上。哎呀哎！啊！哦！哎呦哎呦，他喷谁？他喷阿旺吗？乱喷乱喷乱喷！我不知道哎，我刚在空中呢。对啊，他头上没喷啊。他好像会先喷空中，再喷地上。哎呦！等一下，吃了耐水大咒就没那么痛快。要他用尾巴拍你，完全不用泡泡打你。好了。摸个刀。这是什么笛子啊？红的吗？不是啊，那个香菇拼盘的那个。哦。很萨克斯风呢。你，可是我完全没有听到他的声音，他好像很小声。嗯。对，忘记叫猫猫进化。等一下，光明先见。哎真的很吵哎、欸！完了哇！哇，他 combo 我哎、欸，他撞我撞到泡泡上、欸。哎呦！危险！哦，好痛！我去喝水。戳到尾巴！我去喝水了！哦，好喝！哎、欸，靠！我。
这样呢？太酷了，这么秋哦！滑哎、欸！麻了，他麻，他麻，麻了，麻了，麻了，砍他尾巴！得救了，砍他！上尾巴，尾巴破一层。冰的声音是哪里？知道。错。别挨打。哎呀，水中间有个陷阱。没那么快。但是可以把引过来，然后痛扁那一个。你有本事。哎呀，痛啊！他听到，他听到。好快就没了，越来越那个啦，越来越扛、嗯。他累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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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北齐累了，北齐累了。哪里？北齐。好。哎呀！到了，北齐一巴。好了，北齐一巴。笨了，哭啊！先拉走喽，先拉走，我到喽。哎、欸，底巴断了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呀哎呀，教练，不是刚谁家的猫是穿奇怪的衣服？奇怪、哦，我的、啊，它蹲在旁边的角落，我刚以为是蘑菇，超像，蘑菇，因为它发光，它超像一坨蘑菇在那边，好好笑。挖尾巴，挖尾巴！想过去挖人家、啊，尾巴记得挖，尾巴记得挖。好挖，好挖，我刚差点就脱口说，哎、欸，这里有蘑菇，不是猫。哈哈哈！激发我！你知道你刚猫就蹲在这里，它就蹲在这边，好像。它蹲在一坨草旁边。你是玩土猫的话，我一定找不出来还在哪里。哎，不好意思，算了，不打不打。来啦，剧毒瓦斯蛙！滑走了。哦，上一层。我想说他怎么打他会毒。那我还跑去旁边喝一下那个解毒药。你怎么解毒药？我身上有带啊。我都随身背着。我也是啊。啊我是一个套组。啊，我都是路上捡的，我的那个解毒药都收起来。哎、欸，你倒了！他倒了！驼背喽，帮你抓羊。哎、欸、咻！
打他脑袋。哦，哎呦！啊呼、欸！还好我躺在地上躺平了，成功躲过。完美躺平。完美躺平。对，我看到一个蘑菇了，超像欸，它发光，它发光，重点是它发光，亮晶晶蘑菇，又可以强化了，布布上啊，去吧，索尼克，哎，可恶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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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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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翻车了，哎，上把我强化你了。我强化你了，送吧，送吧、欸，可以抓了，可以抓了，各位，好，啊哈哈，我被狩猎了，我看放不了，放不了，放不了，去拿去，哎呦，哦，就这里了，放，我放了，我放了，有了，哎，对，对，那旁边掉了，哦，终于，哎，好嘞，比较挑战的感觉。哎、欸，最后放个强化。最后放什么意思？哎，该打架没有空放哦。哇，他是黄金的样子，跟我警长哎。哦，还有。你是他。在那边跳这个。啊，我们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好难过？哦，我有逆鳞啦。你是他。好爽哦！我有逆鳞啦。好了，他用麻痹带换来的啦，可以啦。对啊，可以吧？九个麻痹带换一个逆鳞，还行吧？没问题了吧？哦，百龙夜行跟那个有关。他就不是，就是说吸引一些奇怪的龙类。那个蓝龙啊。对啊，那只蓝色在空中飞的。看起来很晕的那种，他取名叫风神龙。风神龙。对啊。对啊，哎，说，交换技是不是有了？太刀、双剑、冲枪、超龙棍。可以。好耶！六星开放。嗯。嗯。哦。我们队伍怎么少一个人？我是断线了。啊、对，阿赫，你怎么不见了？咦、欸？人呢？没去。我们奇怪，我的队友怎么都不见了？为什么？是我们回车场的时候有人迷失方向了，是不是？怎么有人没回来？反正一堆东西要问嘛，赶快先出去问一问。我有人没回来嘞，快快。奇怪，车场怎么少一个人？奇怪了，有人。路上被掉跳有人跳车了，没看到。他怎么一个没有来？主人掉包啦！奇怪了，又卡了。哎、欸，新的蝶花环，三花的，嗯，三花猫，嗯，很可爱哦，换一下。先换一下，不然你就会忘记。错，我好像不用换你、哦，他就直接升级了。对。啊，用平均就好了，麻烦。看有没有新的猫猫。活力啊！啊！你怎么看起来这么衰啊？啊！制作十五种，有有有，我有武器，高速卷走。嗯。所以有这只猫。哎、欸，哦，哎、欸，时机又成熟了。嗯。
哦，第三个那个交易的来的吗？哦呀，是交易船吗？好、啊，国王独角兽、哎、好像是哦。哦，对，他是给任务了，就解完就可以追加一个。好诶、欸，追加什么？那个潜水艇第三招哦，你是要解，要解对任务解掉就可以。沉鱼龙的沉睡，呀，起点卡，咦，鱼龙的尾巴。等一下，关心别人的健康，然后他要沉睡粉，跟毒妖鸟的活带。对啊，以毒攻毒啊！又要去搬蛋了哦？看，不是吧？他哦？对啊。哦，这里屋顶是可以上的。可以啊。哦、我一直以为这边建筑是都不能上。哦。哇，优质龙蛋，很凶哎、欸！两颗优质龙蛋，好哦。坏事讲完好吗？哦、多了新的珠子了。重级珠。对，看一下新的珠子。喂，多了一二三四五个还是？五六个，四二四六六个，加护快吃耐暑重疾有爱跟泡沫。对呀、啊。嗯。哦。嘘，好了，差不多了。好吗？那小友们要来搬蛋吗？可以啊，我们搬蛋吧。没搬蛋，我会不会挂网啊？哎，小进来偷你！等一下，啊，你们都要搬了。然后在里面钓鱼了。应该搬好了吧？好，退出就没有，我们没有这回事，都失败，我都没有。奇怪，怎么没人搬蛋？奇怪，怎么搬蛋了吗？不是说去搬蛋吗？搬蛋我就换狗，哎、欸，不对，搬蛋换狗去。不能啊，对啊，看一下、喔，真聪明，还一个。フグのことなら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ね。蛋。它是优质嘛，对不对？嗯。优质的话。来吧，顺便吧。好，我要全部。行啊，来啊。我要乘。来。最麻烦搬蛋。哎，接崩。可以的话，帮忙打一下魔物啦，或赢走啦。嗯。蹭完就差不多了。对。在哪里啊？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想要拿个东西。不用拿什么，好像只有什么。水什么的。这个作品可以。空中要站一下哦。啊，没看到，下来。空中要再按一次。嗯。空中还有一只大熊。哦。里面没有按到。里面都掉下来。哦，这里还有哦。对。其实可以，我可以直接飞这个营地耶。不是，它上面还有一个小丑。上面有个大小。上面还有一个大小丑。嗯。哪里有大小丑？最是顶端。到了吗？哎，不是，他看到我们了。
最麻烦就是这个啊。哎，这有一个仙人的衣物。哎、欸，他拿带有仇恨呐、啊，你拿他就直接掉了。还没有嘞，才没有嘞！快跑，快跑！没事没事，我闪他了，他什么都看不到了。我那时候已经在那个一号门口终点了，又不小心。爱耍帅，勾错边，掉掉上悬崖下面，蛋就裂了。Oh no！ 给咬！我在搬了。你在搬？哎、欸，是搬两颗吗？两颗啊，就是保险一点啊。好。这应该吃个饭，要好少。没事没事，我出门的时候有吃饭。怎么有音乐了？他是不是怪啊？他听到了。对呀、啊。我现在可以丢强化的给猫吗？你不行动作吧？不行，那个你要前面就先丢了。哎、欸，可是我刚……哦，我刚……那你试试看。小雨有在搬吗？那我有啊，我在搬。啊，不行！弹裂了，他放下来了，他放下来了。我没看到蛋的巢穴在哪？你要跳下去一个柱子后面。十一那边。对，你要跳下去，他在一个柱子，藏在柱子隔壁。等一下，等，应该在烧鸟那个位置啊，你看一下。看到，有吧有吧有吧，有耐力消耗减少。哎，我刚应该去多点一个那个翔虫。对啊，少拿一个翔虫。对、啊。没事，我现在背了四个闪光弹，谁靠近就闪。对啊，这一代已经很好了，还可以翔虫慢慢拉。对啊。可是上一代有搬运铁人啊。小雨，没有啦，你没有看到啦。我看到了，所以刚，所以刚拉翔虫，然后一只脚掉到悬崖下面，一只脚踩空的 Andy， 我不是拉回来了，没事啦。哇，730点数哎、欸，哇塞，好赚哦，赚，没事没事，什么都没有。吓死我了！超好笑。好了，因为我们快结束了。我在搬，我在搬，你们快搬到了吗？对对对，很安全，安全。对 ，safe safe。然后是按下 B。白痴，等一下。这样。他算个人的、喔。因為我没有完成耶，这任务没有完成耶。对对对对对。哇，好了，大家自己搬蛋哦。好，还好。啊、阿旺完蛋了。阿旺完蛋了，再走他。是完蛋了。没有没有大小。他没有草食龙任务啊。反正要个人搬两次啦。对。好像是个人搬两次。对啊，因为要不然我跟繁星搬完应该结束。对啊，应该你们右边都会显示说解完了之类的。快跑回来了！看来我自己搬回来是正确的。对，还好险没叫你放下。还好你刚没有听到我们讲话，直接把它丢了。对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还好，我要直接地图去。欸、不是啊，我看这里没有蛋了呢。没了吗？有有有有有有。有吗？翔虫啊，优质草蛋，我还以为能蹭，可恶，真的，太可惜。他在空中的时候是可以再荡一次的吗？再荡一次什么？再荡一次，就是那个啊，在
再挂在空中一下，或者不行，就只能按那个跳跃。哪里？嘿，等一下，我走这里是不是会撞到他啊？你在哪里啊？在烧鸟旁边。你怎么？哦、oh ，要把烧鸟如果走上来，你就拉虫往前走就。对，他没有上来。为什么都没有？啊，算了，直接走过去的话。哇、哦，他旁边就有一只翔虫可以拿。那我要来请保镖，黄金保镖。有矿哎、欸，可以挖吗？不行，连采集都不能采集。阿、啊、靠，我是不是走错路了？这里是不是上不去？你不能走，不能去那个营地哦。对对对，要去一号哦。刚刚你还记得刚刚打炮火龙说的话吗？那边没有箱子。那边没有箱子哦。没有，我也没有开那里的营地、啊。哦，我想说你走得很近了。他只是走错边了。我只是走错了。哎、欸，机车人过来了！小雨，快点哦！吃火龙，吃火龙要来降落了哦 ！Oh no! Oh no! 我努力跑。错，他已经降落了，完了。对，蹑手蹑脚，不是你的蛋。没事，我绕一下路。你不要乱投，把我蛋投下来哦！我生气哦。不会烧鸟在那边吧？对啊，烧鸟在这里啊！啊，你地上有个掉落物哎，好捡的！你可以放下来啊！是逆鳞哎！你可以放下来。哦，原来是可以跑墙的哦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只要耐力不用完就没差。哦。靠腰啊！他红眼了，他红眼了，他把我撞倒了啦！哎呦！打他！我去捡他的掉落物了，再见。啊啊！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！融资的哦，服啊！哎呀！那我挖矿，要换路走喽，大家，这此路不通了。改道了，改道了。来救援了。哎，是这个任务吗？哎、欸，对不起，不是，好像不是这个任务哎、欸。他是要交货，我是被霸凌了，靠腰，等我一下、喔。我可以。喂。墙上跑吗、欸？好像不是这个任务哎、欸。啊，所以我们要回去吗？啊、交货两个优质龙蛋呢、欸？草食龙蛋不行了。对。啊，那应该就不是这个了。那就回去吧。好吧。等下去爬文，再来抓。完成任务。哇。完成任务。没事，我搬完一颗了。我搬完两颗。两颗。龙蛋，龙蛋是哪个龙蛋？才呀。好啦，反正两点了。好，晚安。拜拜拜。爬山了，爬什么？谁要什么？他是什么蛋？大色的，大色有什么蛋？火龙蛋那些吧，大色我没看过火龙蛋呢、欸。啊，靠腰，该不会是最远的那个吧？啊，好吧，那个私下我自己捡好了。那先这样，那晚上跟麻子、米娅还有沉迷玩那个不动就会死，那晚点再来看我啦，各位晚安，拜拜。